第二个活动，向两边行走。面对柜台，双手扶着柜台，左脚向左边走两步，腿提高些，手继续扶着柜台，然后向右边走两步，手继续扶着柜台。太容易了，试一试多走几步，或者向一边走15次。在活动时，说一周的顺序，或者一年里每月的顺序，或者少扶点台柜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